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女人了？如果是看到别的美女就算了，那个是你 brother 嘞，啊，猪给酱，看不起你呀！啊，那你给我听清楚啊，你千万不要给我乱来啊！你一定要等标回精准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是谁？长是俊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 为什么换了衣服还是觉得很美 ？Oh no！ 难道是魔鬼在考验我？放什么袋？开会了。哎，那个下一季的《你是什么王》的内容是什么？还会说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活动，比如摩托车特技 ，Go Kart， 花式滑板、班级站等等。 听起来不错，蛮适合我的，很 man， 口气不小，凭你的体能可以吗？不要看不起我哦，我的体力跟体能不是普通的强。强妹，干嘛？这是什么味道？不像汗臭味，是什么呢？ 难道这就是男人味？放下来！怎么样，够 man 吗 ？man 个屁！臭死了，都叫你喷香水了。买给我了。买最便宜的给你。 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本节目的视频。